本次凯米台风造成盐水区多处淹水，交通中断，民房及汽机车泡水，造成居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灾情引起社会各界关心，下营上帝庙、新营太子宫、慈济、台湾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魏千云董事长立即协力解决本区受灾民众用餐问题，更陆续接到许多民众及团体表达捐助意愿，协助受灾民众渡过难关。盐水区公所于113年8月21日星期三上午9:30在盐水区公所3楼礼堂举办凯米台风暖心送爱感恩茶会，邀请捐赠物资之单位及人员、里长、社区理事长等与会，表达感谢之意。台南市政府民政局长江林煌表示。各位市民朋友，大家老早大家好哈！今仔日咱咸水公所举办这个就是感恩茶会，就是感谢吼，即届凯米台风发生了后呢，社会各界善心人士对迄个即灾民提出来诶，即个救助啦吼！不只是迄个便当也好啦吼，还是物资的部分吼，拢即个善心人士第一时间就甲区公所讲吼，讲因愿意出钱来关注即个或者灾民即个使用啦吼。实际上天灾发生，大家无愿意啦吼。不过发生了呢，咱政府会当做的部分就是救灾救人，过来和迄个灾民有充分的即个物资的即个部分啦吼。所以迄个即个部分咱也希望无希望讲迄个即个灾发生。不过咧，咱对迄个即个灾发生了后的 SOP 的部分要安怎来进行，民政局部分会来含迄个区公所，过来研究会当做较好的，和市民朋友咧，在第一个时间发生灾害的时阵，会当得到迄个政府的即个支援啦吼。所以这非常感谢咱这善心人士，第一个时间会当出来到协助迄个政府部门来做即个救灾送物资的工作。所以今仔日区公所特别举办即个活动来感谢大家，感谢大家，谢谢。台南市盐水区公所区长陈文琪表示：“今仔吼，我是特别为着咱0724吼，即个凯米台风吼，迄个时阵，咱有足侪善心人士吼，带咱捐赠物资，嘛咱有便当、有水、有漂白水，搁有迄一干嘛支援足侪人力的吼，比如讲泡棉船啊，还是咱的发电机啊，咱的泡面。”便当，这拢是足侪公司吼来带咱到赞助，所以吼今仔日公所这边吼特别开一个吼送暖的一个感恩茶会吼，来感谢大家吼，这人间有爱啦吼，希望把这个爱吼把它扩散给大众社会吼，因为这种的即马剧烈天气吼，咱唔知影讲当时会拄到什么种的灾难，但是咱一定爱做好一些的防范啦吼，但是搁较好的防范，咱嘛是拢有。一寡可能有一寡疏忽的所在，咱就爱靠着遮个民间的力量吼来带咱斗三工吼。所以恁今仔会快看到吼，咱今仔日新营遮新营工业区遮有一个新营产业园区吼，因有一个协进会吼，因台湾捐76万的便当的钱吼，互阮吼会使互灾民这边吼会使较紧食便当，较紧买便当，较紧用餐。嘛有足侪单位吼，因拢是迄一工来出钱。出力，还有包括咱的师爷会吼，还有咱的下营上帝庙，咱的迄落新娘太祖宫吼，大家拢发挥这个人之己精、人力己力的精神吼，来台湾斗三工。所以公所伫遮非常的感谢吼，咱各界吼，甲咱政府机关吼，伫即届0724凯米台风吼，把咱的斗三工。嘛感谢大家吼，嘛祝福大家吼，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大家拢会使阖家平安，谢谢。区长陈文琪指出，本次风灾感谢市府、国军、公司行豪、民间团体、民意代表及个人之协助，也感谢里长在第一时间协助通报里内灾情，并协助撤离民众及发放物资，让盐水区可以顺利渡过难关。风灾期间，区公所一防灾编组恪尽职责，在通报抢救、灾民收容、启动抽水、树木倒塌或公共设施损坏都能及时处理，为部分地区淹水过深造成物资运送受阻，此将列入日后严厉改善机制。另外，再次感谢各界的爱心捐赠，大家的力量守护了盐水居民免于遭受生命严重威胁。以上是大北门新闻网报道。